我系做春丝床啦，上街丝床穿窿啊，好恐怖哦！我放啲嘢去冰箱。还会亮，对呀、啊，这会、哦，我靠，不是，那个好像是他电线被吹了，电线是电线，你看过来的时候，都已经打了一块，没事。我的天哪！我去，龙卷风哇！我操！喂！哇！完蛋完蛋，要停电了，我感觉。那边的高压电，哎，进去吧，别拍了。